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lan。那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，那我们都知道最近传说对决出了非常多的活动啊，其中这个活动就是限时匹配。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？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一起组队，哎，对，一起除职，我们可以一起除职。然后如果是喜欢洛伊的玩家哦，可以来除职一下，因为他到最后如果五个人，我不知道除职是多少，因为我应该也不会去处理，也不会去用这个活动。啊，我个人也没有那么喜欢洛伊，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厨子的玩家。那你说，如果很喜欢洛伊的话，会知道这五，如果创建队伍，然后好友邀请，然后厨子五个人都厨子的话，应该就可以获得这个造型。那这个呢，有多少的好处哦？这边他会送你四个觉醒石，那五个觉醒石，那一个觉醒石是十个点券，所以你会获得50个点券。那空间魔晶的话，和这个我不太了解。那差不多就是这样。这个活动，如果你喜欢洛伊的话，那可以尝试看看，就是五个人都加入，然后五个人都储值，可能 maybe 一点点，应该就可以拿到这个造型了。那我们来讲解，准备讲解第二个活动，不是造型，有点口误。那我们第二个活动呢是情人节的拼图。那这个活动呢是2月11到2月25哦。那这个活动呢可以干嘛呢？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拿到那个艾米莉的野蛮女友，就代表说我们之前在前一个影片，大家可以先看我前一个影片。如果你没有拿到艾米莉野蛮女友这个东西，这个造型的人，可以透过这个情人节拼图这个东西，这个时间呢是2月11号到2月25号，所以现在登录还来得及，可以领这个艾米莉野蛮女友造型。如果你是非常喜欢艾米莉的玩家的话，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那我们接下来讲解第二个活动，第二个活动就是情人节礼物卡。那这个活动其实蛮早之前就开始，2月4号就已经开始。那每天可以做一些任务，就是每天做任务的话可以获得8点积分。那10分的话是可以做一次的任务。那这个活动呢到2月19号，所以如果照现在来算一天18的话，应该是还来得及吧。那各位可以快点去尝试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我们第三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呢是十天签到礼，那这个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到最后你可以获得这个调皮的丘比特表情，我觉得是还蛮可爱的，而且中间还会送你一些情人节的礼物啊什么的，造型碎片之类的都还不错。那这个活动呢，这个活动我看一下，2月14号到2月28号，那这个活动时间也是非常的久哦。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另外一个活动，那个这个活动呢，也就是上个影片有提到的成双成对，这些情人节怎么可以少了相框呢？情人节的相框，还有我们单身狗相框，一定有情侣就一定有单身的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有一个独一无二成双成对的相框。那我们下一个活动呢，就是我们2月11号到2月14号，现在如果有看到我影片的人，我今天应该可以来得及在12点之前剪完。看到影片的人，如果你还没登录传输对比的话，可以快点登录，因为可以领害羞的艾瑞永久的表情，永久的，蛮可爱的，真的。还有10个情人节礼物，可以增加150点的亲密度，因为你只要花10个就可以150点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领取。那今天的活动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这种类似讲解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也可以按个订阅，然后可以在下方留言，说你想要看什么类型的影片、讲解的影片之类的。那我是 Alan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